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你先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，你有事叫我。不要走。 你醒了，老大，你好点没有啊？我没事。是吗？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？你还有哪不舒服？ 低血糖而已，怎么一副我快要死了的样子？我肚子饿，要不你帮我做点吃的？嗯，好。小童，你帮我盯着别墅，一定要查清楚他的背景，还有安保信息。 程浩明明在台上跳舞，怎么会从电梯里出来呢？难道是有鬼？那不然怎么可能有两个浩哥出现？你去弄清楚小童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。是。 老大到底为什么要跟陆鸿渐互换身份？ 算了，老大不愿意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可是为什么总会晕倒呢？这要是病情加重了可怎么办？哎，好担心。啊，老大，你别一个人跑来跑去的，你刚刚才好，别一不小心又受伤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吧。我去洗澡。 啊！好疼！
血管爆裂。知道烫还冲进来，不要命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又不是第一次看。啊？我帮你涂药。老大，你伤比较重，还是一个女孩子家，也不知道爱惜自己。老大，你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被人认出来怎么办？也就只有你能看出来，好吗？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吃的。我喜欢吃老大爱吃的。老大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吃的。减慢。这怎么又倒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多长时间了？怎么又被碰到了？对不起，我马上给你弄好。不用来了，我全买了，有保险，谢谢。啊，全买了？你好点了吗？我伤愈合比较快，没事。那就好。这里风景可真美啊。对啊。我以前特别喜欢在这儿眺望远处的灯光，那时候我总在想，哪一扇亮着的窗户里有你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不过，梦总会醒吧。哎，你看，前面都是星光的地方，就是我家。哇，那儿都是有钱人住的豪宅区。那里可没有这里好。
平时总是一个人空荡荡的。你看这多漂亮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到过？从小我就在孤儿院长大，很小的时候就没见过他们了。老大，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：我所爱的一切都被夺走了，幸好星空依然在我头顶，像来自故乡的守望。就算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，也有一直走下去的勇气了。所以只要有星星灯火在，爱你的人都会陪着你的。爱你的人都会陪着你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也不用为我那么拼命。不拼命怎么当真爱粉？真爱吗？浩哥，这张户型图上显示，这个别墅被荒废了很久，平时没人出入，但外面装有很严密的安保系统，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存放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来，去那边看看。什么？徐司机，程老板，短信是你发的？是我发的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咱们在隧道出了车祸，我就跑出隧道去找救援，结果我却晕了过去。我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更可怕的是我碰到了另一个自己。现在让我告诉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他利用这个狠狠地发了批横财。现在我记得事情越来越少，他觉得我没什么用就要害死我，把我关在这里研究我，折磨我。之后当我知道你的消息之后，我就想起一切办法跟你取得联系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所以你说你知道我活下去的办法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这里不安全，你快把我救出去，咱们出去再说。快去看。
小心，走。哎，他们来了，快走！我们不属于这里，还会跟另一个自己相持。我们活下去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办法就是杀掉另一个自己。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受伤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如果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，你还会这么关心我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，老大？你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啊。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。你忘了，我差点开车撞了你。现在都不知道接下来我还会做出什么。姐，找到了，小童之前联系过侦探所，找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叫陆鸿渐，是一个18线的网文作家，他跟浩哥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可是他去海南旅游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见到的程浩是假的。啊！林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我要不来这儿，我到哪儿去找你啊？看看吧，最近呢，打算投资几个 IP， 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。林姐，在酒吧谈工作不太合适吧？可是你最近推掉的项目比你喝的酒还多。看看吧，有一个作者还不错，虽然比较小众，但是写的东西确实很好，而且网名还挺有意思的，叫陆鸿渐。哦，你见过这个作者了？没有，网络作家嘛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啊，喝酒。喝酒，东西你确实可以看一下。我特别喜欢它里面提到的一个逆天改命、修仙的那一段。嗯，就这一段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改了快10遍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果然不是程浩。口误，口误，纯属口误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？
智商差这么多。说吧，你们什么目的？林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想清楚再说，我也想一想，究竟是告你诈骗呢，还是找陈浩聊？别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林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林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不属于这里，还会跟另一个自己相斥。你们活下去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办法就是杀掉另一个自己。全完了，全完了，全没了。成一段相遇，也许是宿命把我们绑在一起。你装进我的心，留一道印记，再不能抹去。我擦光所有火柴，点亮过去，却看到一地灰烬，爱过的证据。亲爱的我不懂，深爱的我们怎么会分离？问问爱情多努力才能在一起，交换彼此的戒指，换一句火焰你要看多少风景才能停下，好好的珍惜。多努力才能再回去，下一秒会分开，这一秒抱紧你，有一些注定称之为爱情。我和问问爱情多努力才能再一起，交换彼此的戒指，换一句我愿意，要看多少风景才能停下，好好的珍惜。问问我们多努力才能再回去，下一秒会分开，这一秒抱紧你，有一些注定成之为爱情，是你给了我。
生气。